那我上一集也有说，就是我们整理房间。那我上一集也有说，我们整理房间是为了把所有的摄影器材。那我上一集也有说，我们说，那我上一集也有说，就是我们，那我上一集也有说，我们整理房间的最终目标是想要把我们的器材单列出来，而不是单纯只有整理房间而已。因为我摄影器材太多了，我根本不知道我有到底有。那我上一集也有说，就是我整理房间的最大目标是把所有的器材单。那我上一集也有说，我整理房间的最大目标就是把我们的摄影器材单全部把器材列出来，因为我器材真的是太多了，很难告诉别人说我到底有什么器材，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会把器材慢慢的列出来。那我上一集也有说，我们整理房间最终。那我上一集也有说，我们整理房间最大目标就是为了要把所有的摄影器材列出来，告诉我自己说我到底有多少摄影器材。然后如果有人想要跟我出器材，我会比较好跟他们说我到底有什么器材。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。好啦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整理吧。